钱。那是一个秋天，风也那么缠绵，让我想起来。还有六位老板，老板娘，你们现在脚步太大，准备进来。对方都是说品质小事，还让评价小考，还让几名妇女郎家真人在场后来哈，啊，这样才是够加大奖励啊。如果可以，老爷爷哈，啊，老爷爷，还有一位，好吧。这是一个夜晚，天上星星点点，我在梦里。你俩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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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离开，呼叫什么？我看到爸爸妈妈妈妈就去买早餐，留下我们陪着陌生的人世间。我就飞到街头一个梦有你的梦。我想要紧紧捉住你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心里不能退缩，要等太阳。都是头家头家的吼，你若想爱两家庄吼，你两家庄的讲买囝，做生意的吼，爱家开心就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天亮了。